大家好，我是老李啊。今天是柬埔寨国母87岁的诞辰了，所以今天柬埔寨是放假一天。我和几个朋友啊，来日本超市，日本超市二啊，来玩一下，给大家拍一下我柬埔寨假期整个超市的生意怎么样啊？来看，感受一下这个柬埔寨这个日本超市这个假日的气氛。啊，美女很多啊！上去，我进去啊，看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不用，现在不用戴口罩了，码的不就少了？啊！下面的都是叫房地产啊，你知道吗？前面。那里应该是电影院，你问一下。前面呢？那个是吃饭的，我跟老杨先去厕所一下，先去厕所。你出镜吗？我让你出镜吗？啊，你愿不愿意出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
Avanti.拍两个帅哥，今天拍两个帅哥，很帅。刚刚站在这里很帅。这个小姐姐。今天拍。